喜欢飞机吗？嗯，没坐过飞机，但是飞机好看。为什么好看？因为外面有夜色，我喜欢那些夜色。我第一次感觉就是我快要那飞机就是没油了，要掉下来了，我特别感，我特别害怕，在那一动不动。结果呢，一直在那待着，越走越远，所以就不怕了。